个蓝色的。陶博士这个身体可以啊，这可太棒了。等一下，你们谁可以？我可以。就是拿单杠这样。来，我们试一下，试看。来试一下。我当爸爸吧，我当爸爸吧，那你当爸爸。哎，还是当爸爸的人是要踩那个东西的，不是？当然，儿子也要踩啊。那我们换一个，那你这边，请爸爸吧。好嘞，乖仔，跳过去。对，哦，对对，漂亮。走，对，踩上去就可以。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安抚继续。三在这里，对，四才厉害呢。哇！我能再翻过去吗？哎，可以啊，不是好。哎，不对，为啥呀？你是不能踩，可能。我不能踩，你不能踩任何地方。你的身体挂上去之后，太棒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先讨论一下，先看一圈，先看一下。你就顺一遍嘛，就是这个还是左脚啊，大哥。我说这边怎么上？哦，你看，这个两个都是要左脚，那两个都是右脚。哦，怎么？哦，就是让你走一遍，就是这个地方走，那个腿斜上去。哇，这个姿势。不是，我跳到这里以后，我这样算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，然后还想先怎么去呢？哇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哎，往前走，我是个猴是吗？继续。那我下一遍就这样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可以。哎，六七啊，七分吗？八九。阿布，你到这以后，我先扶你过去，我在墙角，我不好跳。你这个是左脚。可以。那哎，那你扶我呀？抓凯，抓住凯。我们跟动作武术指导一样的。可以。可以，太强了，nice 啊，这个还是有强，对，我来，不是我们，哎，我们是要一个人过还是全部人过？我们两个人过了应该就行了，我不信需要所有人过，先拖一下，哎对，我可以这样拖着你，但我。不能这样，只能用手上去。哇，直上啊！你得向上边的就。我试一下，这边卡住的呀。我试一下。这怎么？哦，左脚。我感觉我腿没那么长。这谁玩得成啊？你可以用身体的其他部分跪着。好像脚不能碰这些。就是我脚不碰这个，我膝盖、我屁股都可以。手放在这时候，你的膝盖就可以放在这里了。来。走一遍，开始了啊！来，啊，给我这个，我这个帮我收集一下。加油！好了，开始了。刚才试了一下，可以了，走吧。来吧，爸爸。行。为父先去。去吧，加油。漂亮，盖住了。哇，这个声音好好听。慢点。哇，这个角度，这个姿势可以的。挡住了，完美。你是左手，不是，我觉得你先吧，因为我还可以扶你。OK， 谢谢。你先上。有点疼。这样算。对，可以，直接拿左脚。可以。走，看。哇，哎，漂亮。哇，绝了。哎，好，学过去。直接过去，慢点，爸爸。哎，黄色啊，左脚，黄色，可以，哇，可以，好，停住，试看应该没问题。可以，哇，漂亮，我先到六来了，哇，太绝了，漂亮，帅。练过的，可以。哇，太顺了吧！哇！哇！那个叮了，好带感啊！刚刚那个响成了一个铃铛。他们俩好强啊！我靠墙跑走。哦，对。
拉。可以可以，漂亮。你先你先。左脚。Nice。哇 ，Nice。你先吧，你先吧，因为我还是比你高一点点。看看左脚的。对对对，我扶着你。哇，可以可以，下来啊！给我杀！哎呀，用脚尖点那个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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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哇！真的跟跳体操一样，我的天哪！对对，直接上！我砍，我砍。我身上全是汗，就剩那个最后那个墙上那个，身上全是汗，漂亮！哇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！我先，你先吧，你先吧，我看一下你怎么做的。你是右脚，真是棒！要我帮你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先过去吧。结束了吗？还有，阿普，稳住啊，看好脚，看好脚。